受香港人歡迎的地方咧，都非台灣莫屬噶啦。咁而講到台灣咧，第一時間梗係諗到食啦。雖然香港而家亦都已經開咗好多嘅台灣美食店，咁但係要食到最新鮮嘅台灣地道美食，就要跟我嚟啦。今次介紹嘅正源健康生活館，位於荃灣德士古道工業中心 B 座三樓 B8。搭港鐵可以在荃灣西站 D 出口，走到環龍街就會見到大廈入口的啦。台灣最出名的就是貢丸啦，咁而呢一度嘅貢丸同埋手打丸咧，款式唔單止多，而且咧又夠曬特別喎。咁啊，好似咧呢一度會有櫻花蝦花之丸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呢一個嘅紅谷貢丸，兼且咧加咗枸杞當歸落去，非常之咁補身啊。咁另外仲有呢一個咧，就係顏色係黑色嘅花枝貢丸啦。原來加咗蜜汁落去，唔怪得知咧係黑色噶啦。咁仲有呢一個嘅深海鱈魚湯包，咁呢一度嘅貢丸同手打丸咧，全部都係冇加人造色素同埋呢一個防腐劑，所以食得健康又放心。好啦，咁首先咧就試下呢邊呢一個嘅櫻花蝦花枝丸先。哇，好有櫻花蝦嗰個鮮味啊，同埋咧佢鹹鹹地咧，非常之咁野味，跟住裡面咧亦都好彈牙。呢一個咧就係深海鱈魚湯包啦。佢個外面咧就好彈牙，兼且咧一咬落去咧，裡面嗰啲湯汁咧就即刻咧逼曬出嚟啊！食落去咧就有啲好似小籠包咁嘅感覺，非常之咁 juicy 添啊！而呢一個咧就係枸杞當歸紅谷貢丸。咁其實咧到底乜嘢叫做紅谷呢？原來咧紅谷即係枸杞，只不過咧係台灣叫法咁解嘅啫。咁枸杞嘅功效就係明目啦，咁而當歸咧亦都非常之咁滋補嘅喎。它這個呢咬下去呢也是一樣非常之彈牙啦，但是呢因為它裡面呢有那些枸杞和當歸，雖然說是藥材，但是其實它的藥材味呢都不會很重的。我想有些朋友呢就算怕吃那些藥材味的食物呢，其實都可以接受到。這裡的梅粉呢是用了台灣地道的梅呢去提煉出來的，同樣地呢也都沒有添加任何的化學物啦或者是防腐劑下去，所以非常之新鮮和健康。在我面前的这个就是芭樂啦，另外也有黑糖梅粉和就这样梅粉，到底两只梅粉有什么分别，也要等我试一下。哇，加了个梅粉呢，整个芭樂即刻不同了，因为即刻野味了之余呢，兼且有一点咸咸地。另外再试一下黑糖梅粉。其實黑糖就是一個甘蔗製糖，它具有很豐富的礦物質，所以對身體也非常好。這個黑糖梅粉比起剛才那個普通的梅粉就會甜一點，剛剛就中和了梅粉本身有一點鹹味，所以不會太甜不會太鹹，趁水果吃真是一流啊。這個就是黑蒜頭雞湯啦，到底黑蒜頭是什麼來的呢？給大家看看它的樣子啦。其實這個就是黑蒜頭啦。黑蒜頭的功效呢就非常之有益的，因為它有18種人體必須要的氨基酸啦，另外呢也都可以增強抵抗力，兼且呢最重要可以就是美容和抗衰老添喎，所以女仔真的要多喝兩碗的。哇，呢啖湯真係非常之咁正啊！飲落去咧，完全唔覺得有嗰種蒜頭嘅味道，反而係非常之咁甜啊！另外咧，亦都有雞嗰種鮮味喺裡面。咁呢一度嘅雪條咧，全部都係用台灣嘅新鮮水果去做噶。咁一個星期咧就會翻一次貨。咁最犀利咧就係連切皮同埋咧去切件咧，都係全部由人手去處理噶。我諗夏天咧最當做嘅應該就係呢一個嘅菠蘿。同埋咧，佢最特別咧就係有一個釋迦嘅味道添。咦，有一個好特別喎，有一個咧非常之咁懷舊包裝 packing 嘅，咁佢上面咧仲要寫住鹹酸甜冰棒。咁我諗咧呢個一定要試下佢嘅味道到底係點樣鹹酸甜法啦。一於等我試下呢一個菠蘿雪條先啦，好清甜啊呢個雪條。
而且嗰種甜咧可以食得出，佢唔係話加咗好多嗰啲砂糖落去嗰種甜，佢真係用翻佢本身生果嗰種甜味出嚟，所以非常之咁新鮮啊！呢一個咧就係叫做釋迦啦，咁即係番鬼佬荔枝。咁點解會叫做釋迦呢？就係因為佢個樣子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就好似咧佛祖個頭咁。咁所以咧佢個名字就叫做釋迦啦。咁釋迦嘅雪條咧，其實喺市面上真係好少見到啊。哇！我之前咧係未食過釋迦噶，咁所以咧我一咬落去呢個雪條嗰度咧，我覺得原來釋迦嘅味道係咁清甜噶，咁兼且咧仲可以咧食得出佢裡面係有種子噶，就好似真係喺度食緊釋迦一樣啊！呢一個鹹酸甜冰棒咧，我好期待到底佢嘅味道係點嘅咧？呢一個雪條嘅味道咧，真係要慢慢同你講啦。因為咧，首先一入口咧，佢有少少嘅酸味喺度嘅，但係咧，當你再搭真啲嘅時候咧，佢又會有啲甜甜地。但係到最後嗰個餘韻咧，佢又會有少少鹹鹹地出嚟喎。所以咧，一條雪條可以有三個味道咧，層次真係非常之咁豐富啊！呢度啲雪條咧，全部咧都冇化學添加落去噶，咁所以咧，就算對化學物敏感嘅人士咧，都可以好放心咁食。咁大家得閒都上嚟買翻一支雪條食啊！